前蔡总统被电到了一天就抓到人，但现在像是高嘉瑜等等是不是都还没有抓到？然后也提说好像就只讲说是不动 IP，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在处理争议讯息或相关的伪造的影片我们有两个分类一个分类是一般的危害，那这种一般的危害是针对个人的权益或社会的安定，那没有涉及到国安层级。第二部分是涉及到国安的威胁，那这部分可能涉及到变造我们国家领导人谈话，或是我们跟外国合作的计划，那或是去散布中共可能相关错误的武力犯台的讯息等等的讯息，涉及到国安。所以基本上我想要分不同的层级来看这个问题。那至于刚刚提到的个案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当事人已经跟警方来提出报案，进入了司法侦办的程序，那我们尊重司法警察机关查处的过程跟结果。